宜兰县知名景点苏澳冷泉即将于4月1日盛大开幕，同时配合绿色博览会，苏澳镇公所在绿博活动期间推出一券乐游双园苏澳这会 Play， 只要凭绿博的票根就可以免费入场泡大众池。另外，只要在冷泉园区购票入场的民众，还能够抽住宿券、游程券等好礼。活动期间，周末还有接驳专车，带着民众畅游景点、观光工厂以及博物馆等等。苏澳在地产业也推出多项优惠的活动，将盛大欢迎各地民众春游苏澳。苏澳镇长李明哲表示：“咱宜兰县最重要的一个盛会哈，绿色博览会。”阿玛班师回朝到我们苏澳，那呢五老坑园区了哈。每几年这里、绿博哈、都带来非常多的人潮，所以我们这一次、也特别、配合啊，就是绿色博览会哈、那咱领免费的啊这个巴士，我们要把人潮从为五老坑来载个下礼拜咱所在哈。当初嘛，其实一直个。这个农会哈，同齐去合作，要将咱所有上好的农产品，不管是伫在电子商务，还是伫通路上面哈，会当替咱所有的农产品哈，在台湾的市场，在国际的市场哈，会当甲杀出去哈，予咱的所有，予大家拢看会到，后摆要过来。以上新闻由正声记者张凯婷采访报道。